下午是 JDC 篮球训练的训练师 Jack，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双球的训练。那我有在 IG PO 过一个1分钟的小短片，那我现在是要来教一个完整版。那一样，我们左手一啊，右手为二，所以我会这样子一二三四五。那我在 IG 教的是把球定在地上，是一二三四五。那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把球练习 G ball release， 把球给释放开来，所以会长这样。一二三四五，绕背运球，运球完成投篮。那这个样子就可以考验到我们的运球释放的能力，还有带球的能力。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训练。那我做到的是背后运球版本，你也可以做胯下。这是我在训练一些大专生，都拿来常常检测他们的技能水平，算是一种很好的方式。刚刚我们使用的篮球是我们 JTC 第一次推出来的，可以训练跟实战兼备的篮球。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，如果你喜欢，都可以去购买。那非常多人的评测都觉得蛮喜欢的，那记得不要错过喽，因为已经卖掉70几颗掉了。那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